破纪录那一把，因为那一把是就是在训练上也没有举过，然后就在当下，真的做举起来真的是超乎自己的想象。第一次这样离奥运金牌这么近，对啊，就是这是每个运动员的梦想。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金牌，因为它是比赛里面算是最高的殿堂，所以我觉得能够去参加奥运，我觉得非常的荣幸。我就是坚定的是告诉自己说，我就是要夺牌，我就觉得自己做到了，努力终于有收获了。运动员最难的就是在心理层面，因为你已经到达一个巅峰的时候，那你要怎么去坚持住，不要被旁边人所干扰，不要被自己所击败的。一定要再拼一次奥运，给自己一个目标。